上墙一丝不苟站岗，电棍紧握手中，人人夸我流氓，我人人夸。大家好，老师从业中医男科30余年，帮助了数千名海内外华人朋友通过中药调理重回男性雄风。如果你也存在房事时间短、勃起无力、硬度差、中途疲软、肾虚、前列腺炎等问题，现在就加中医老师微信574-993-200，纯中药，一人一方，治根治本，帮助你持续坚挺20至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彻底告别快男软男。记住微信574-993-200。一会儿要加工，我肯定是在干活的时候不小心把这个丝巾粘在腿上带回家去。我跟他说了一宿，他怎么就不相信吗？谁信？你信吗？有点信。哎呀，周师傅一看就不像那样的人。哎呦，你就全当他不小心把他带回去不就完了？谢谢谢谢谢谢。来来来，登个记。你昨天什么时候把这个丝巾带回去的？昨天晚上11点左右。11点左右。哎，不对啊，那时候有保安，他怎么不提醒你啊？我看谁的班？我的班。对呀、啊，不可能。我当班的时候就没有人从我面前把东西带出去。你当时啊，可能没看见。你干了坏事赖我是不是？你重新在这儿给我走一遍，要是能把这个纱巾带出去，我脱制服走人。一言为定。你看啊，昨天晚上我这样，我当时呢我就站在这儿，对吧？然后我就走。同志们好，同志们辛苦了。没看见，过年好啊。又没看见，我说你没看见吧？跟个狗尾巴似的，我能看不见。你是把纱巾抽出去的啊？这是道歉是不是？这怎么可能啊？这那就是从女人那拿回来的。对，不对。那从哪偷的？从厂里偷的吗？啊！不对呀，你听我跟你说，这不有个摄像头吗？你把昨天晚上的资料调出来，不就全清楚了吗？好，你等着，我现在就打电话。喂，保卫科吗？你帮我查一查昨天晚上的录像，目标是咱们厂质检人周师傅。你看他屁股后面飘没飘着一条粉纱巾？只要有这个纱巾，我脱衣服走人。要是没有，我走人。你走不了，我抓你，你小偷！我们要不然算了吧。你本来没事，屁股后面肯定飘着呢。您甭管，你犟了犟。哎，我等着呢。犟了呀，你看你。好，别说话。啊，找着了。好，他屁股后面飘没飘着纱巾？飘着呢。是谁帮咱们翻了身？是谁帮咱们的？对对对，大叔，我求求你了，我是，对，哎，大婶，您让他停下来呗。不行，他没唱完停不了。那怎么才能唱完？他唱到哪儿？得唱到亚拉苏。哪儿？亚拉苏。亚拉苏，哎，巴扎嘿。怎么样？我说我是清白的嘛，我亮你的咱们还丝巾的，别让着，让我大叔大婶，千万不能还这个纱巾，要是还了，我可就全完了。怎么了？为什么？你不知道，我在这上班已经上了29天半了，再过半天我就可以转正了。如果这个纱巾要是出了事儿，这厂里非把我开除了不行，那可怎么办呢？大不了不当这个保安，你看他的身子骨，他到哪他都是保安呐。那对，走。不是，你等会儿，保安和保安不一样啊。你就说保安吧，别的地方请我去，给我1000块钱我没去，咱们这个地方给我800我就来了。哎呦，差300块呢。啊，这怎么算账呢？差一半。对，差一半。原来差多少来着？我让你们弄乱了。800，哎，算了。那你为什么呀？你不知道啊，咱们厂女工多呀。我在这上班第二天就看中了一个叫铁柱的姑娘。铁柱是谁呀？厂篮球队的。你不知道，我在这上班，别的女工从我面前过我都这样看，等铁柱一过来我这样看。有一次我看她看愣神了，她冲我微微一笑，咵嚓一步就迈过来了，落地的时候那个脚砰的一下，我一看那个脚这么大，好家伙，自从她脚落地的一刹那，我就决定
非他不娶。为什么呀？踏实。我求求你了，为了我和铁柱的爱情，您就帮帮我呗。这我忙，我帮不了。婶儿，哎呦，孩子，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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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，你别急啊，别。哎呦，你看人家孩子对这姑娘的感情，咱可不能让人家孩子又丢工作又丢姑娘。这事是你惹的，你赶紧给想个办法。不是，我有什么办法呀、啊，婶儿？你想办法。那就这样，这杀戒的事儿啊，咱就不提了。厂里损失跟咱俩也没关系，行，这样咱俩就都是好人了。不，这好人他是打折的呀。哎，那不行，有没有别的办法？有没有？没有，没有。婶儿，再想一个。求求你了，婶儿。那就只有把我当成盗窃犯，在这个摄像头下当场把我抓住啊！这个办法好啊！不，我就这么一说。你俩商量。你别动我、好啊你！昨天偷了纱巾，今天想畏罪潜逃，被我当场拿下。什么意思？大叔，我求求你了，为了我和铁柱的爱情，您就上厂领导那儿承认个错误，就说这纱巾是你偷的呗。凭什么呀？我就是啊，孩子们，婶儿，我认错。求求你了，领导让咱干咱就干，不让咱干咱大不了提前退休嘛。为偷个丝巾我提前退休，我丢不起这人呢。那你要怕丢人，那你就跑呗，厂里为一条丝巾也不会玩命追你。算了，先走再说吧。不，等会儿。我想起来了，刚才我在摄像头前把你拿下了、如果你要是这么跑了，那我还是转不了证，还是得出事儿啊。那你让我怎么办、对呀、你把我打晕了再跑。不行，我们是好人。我没打过人吗？你打过你孩子没有？你把我当做你的亲儿子打，快点。啊，我让你淘气。你讨厌你知道狗熊怎么死的吗？怎么死的？笨死的。哎呀，对，怎么办？用我的电棍一下子把我打晕，快点！哎呦，我下不了这手啊，婶儿，还是你来吧。不是，我说大婶啊，我跟你说，这个电棍可是有电的，这一开关啊，千万不能动这个。真是电着了，电着了！哎呀，你这干什么？老头子，不是你！哎呀，老头子，小伙子，哎呦，你说咱们这是干嘛呢？为了一条纱巾，你说这至于吗？哎呦，今天这一电棍，这把我打明白了。你说咱们有点什么事儿，把它说出来解决了不就完了吗？干嘛把事弄得这么复杂呀、孩子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别动。哎呦，好歹呀。哎呀，你说这一电棍也把我打明白了、我犯点错误去承认了不就完了吗？你说把你们老两口给折腾的，与其这样当一个打折的好人，还不如当一个堂堂正正的普通人。你们俩说的太好了。没事的吧？哎，小伙子，求你点事儿啊，把这电棍借我使使。干嘛呀？我发现你们俩一碰电棍就说实话，有了这玩意儿，今后我可以天天收拾它了。咱们爬上去去。真是一对天仙配呀、我又可以和我的铁柱在一起了。规章制度上墙，一丝不苟站岗，电棍紧握，我电棍呢？回来。